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中午一起吃个饭，然后让彼此多一些了解，你觉得呢？师哥，中文系的，我对了解你没有兴趣。师哥过奖了。哎，兴趣是可以培养的嘛。哎，你哪个系的？计算机系的，第一名。哦，是吗？好厉害啊。师哥，是这样的，我之前来过京大，我可以自己找到寝室的。来，师妹，我帮你吧。就是，我帮你吧。你别把箱子还给我，真的自己来就好了。刘光宇，秦月哥。秦月，他怎么来了？这事儿就不麻烦你了。你们俩认识？不愧是我站了三年的 CP， 好帅啊！这才叫英雄救美嘛。这事我也不知道。学着点儿。无聊。秦月师哥，我先回宿舍了。好，那一会儿见。哎，师妹，我也送你回宿舍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们走吧。秦月，讲点规矩行吗？这是我先认识的小师妹。要不要脸，上来就牵人家小姑娘的手？你是她男朋友吗？小七是从小住我隔壁的妹妹，我们手拉手一起长大的。而且何光宇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随便纠缠女生，尤其是她。你再敢靠近她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小七，我好羡慕你啊！别说话。这算不算是会长大人在利用职务威胁我？大学三年都没有把你的思想品德教好，我真的建议你回炉重造一下，不然真的对不起你的思想品德老师。你再说一遍。小溪，我们走。好。什么意思啊？那边呢有个便利店，一般大家都去那儿买东西。嗯，好。然后你往右看就是食堂，然后这个呢就是你们新生的宿舍。我宿舍到了我就先进去了。这个拜拜。其实不用了，师哥，你给我自己拿就行了。今天说好了，到时候我就别生气了，对不起。哎，今天中午咱们吃点什么？学生会长秦月。哎，那女孩是谁啊？哎，秦月哥，我自己拿行李吧。哎，没事儿，你走了一路肯定累了，我帮你拿着就行了。我不累，好吧。走吧，来，我帮你拿吧。秦月，这么巧，你也在宿舍啊？哎，难得回来，外面项目做完了吗？哦，还没呢，我就回宿舍拿点东西。行吧，没事，我来帮你。啊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石颖，你的直系师姐，是京大计算机校队唯一的女队员，也是学生会的副会长。哦，这是林夕，是我师姐好，我是秦月高中的师妹，也是今年经管系的大一新生，请多多关照。林夕对吧？那正好，我帮你搬上去吧。啊，好。一男生今天就不用了，今天学校刚开学，女生宿舍不是允许男生进的。这么重的箱子你也不好拿。也是。我们走。好吧。哎，那要不要一起吃个晚饭？就当给师妹接风洗尘了。啊，我下午还有事，咱们改天呗。改天我请，咱们吃顿好的。好吧。行，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